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制定30多年来进行首次修改，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、法治秩序。2019年发生修例风波，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遭遇严重冲击，一国两制受到严重挑战。常委会于去年6月连续召开2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》。去年8月和11月，先后通过关于香港第6届立法会继续履职的决定，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。本次大会将作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。人大将坚定不移依法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为维护香港宪制秩序、打击港独势力、确保爱国者治港、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法律保障。